闻他累不？他摇头不累。还没吃饭呢，咱这。好，起来。这里教练也是很喜欢他的。要身体有身体，他就是游泳无聊。有的人就是为了讲那难点，有的人是演员，他就是天生就是为游泳而生的。对啊，他就是为了生。为游泳而生。谁敢游泳？教练很喜欢他。加油，五十点啊！大北京注意啊！节奏两脚放平了啊！好，开门。Go。好，不错，很好，3657，3699，就这样。